香喷喷。刚好是吃饭时间，所以呢，我就去了我常去的那间自助餐，然后加了很多菜这样子，因为我都吃差不多的菜色，有时候在100出头，有时候可能快200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算的。你知道我们公司谁买了这间自助餐，大家就围在一起，这个我猜第120和130。首先我加了一个鱼，就是普通的白色的鱼跟荷包蛋，马铃薯丝 and 素肉，青菜炒花枝，这是杏鲍菇炒咸蛋笋子，然后这应该是不知道什么瓜，但是很好吃。应该是200，很近哦。我刚算了一下，270吧。这么多，你有吃过这个？我从来没有买到270。那你260，你常常买回去公司，我们打开你都说哦，这260。哦，哪有？那我要打给我另外一个伙伴，因为那个人呢，他也超常买这个自助餐。对，看我拿这边呢，他也会冲过来，然后说他要猜多少钱这样。阿龙，我今天美吗？挂掉。我要给你看，我刚刚买便当，然后你要猜多少钱？你不是最爱猜？啊，你没猜中怎么办？请我吃王品。好，王品没问题。听到了没？听到了没？给我录起来，每次每一个影片后面都要播这个。直到他请我为止。好，你猜多少钱？160。确定有在吃这个自助餐？这也是台北哦，不是非洲哦。哎，太小了。甘比亚食物修够短袜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你猜的可远咯。190啊。好，那恭喜你猜错了，拜拜。我挂掉了。没有啊，惩罚你啊。你。240。哇，我很讨厌这个太贵了啦，我没办法带你去王品，可是我可以带你去。你明明就刚刚说他要带我去王品。王品要先约。哦，先约。比较先简单的。好，我先带你去台北最便宜的便当店，好不好？最便宜的便当店，那不便宜怎么办？不便宜。不便宜的话，我再给你2次王品了。Oh my god。OK， 没问题。我们直接现在走。那你现在有空哈？那你会穿衣服吗？我看我要不要了啦。哦，那不，你不穿我就不去了。好，你穿地址给我，拜拜。那我现在去，拜拜。到喽。妮娜刚刚说靠北，然后我打问号问号，他就不回我了。啊？他骑车骑错地方哦。我们现在在这边等什么？我们在等一个小姐啦。我跟她叫百哥大，她跑去北哥大，有可能那么喜欢白帆呢。他直接给我迷路了。哎呀。吃真哦，越晚再越不好吃了。对，大家都奶就拿比较好的东西啊，好像你去夜店还是什么，你先抓比较漂亮的啊。你又是靠背我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要问你是什么的。他说台科大，我以为是台北科技大学，是不是？台北科技大学也叫台科大，欸、是不是？北科大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要看你的地址。我以为就只有一间呢、啊。这也是最白痴，是然后我点进去，我不是要知道，我们去吃饭了，不行不行，他们要关门的了啦，不要哈啦哈啦了，对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对，不要带我们去了啦，带我们去。这雪山太高级了吧？好像那个美食街之类的，真的很像百货公司美食街，哎、欸，这很疯狂，太高级了吧？好疯哦！好可怜呐、啊，好可怜呐、啊。好像国中在吃饭嘛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都是那一样，差不多一样。我也是啊，很厉害。哎，有鸡腿。对啊。对啊。香哦。哎，欧牛，太晚来了都没什么菜了。真的假的？都是他。昨天那个女人叫她跑去哪里吗？她跑去北哥大了。她她以为是北哥大。是啊。对啊。干爹呢？台北哦，最便宜的是43啦，是不是？自助餐是那里，自助餐。没关系啦，便当店啦，好不好、oh, ？OK。对啦。Hello， 欢迎来到 Ina 的中文小教室，今天要教你们的单字是自助餐，来跟我念一次。自助餐。嗯，不对不对不对哦，是自助
餐，自助餐。自助餐。啊 ，I got it。对了，你知道这边是哪里吗？台湾科技大学。对了，大安区这边有台北科技大学、台湾科技大学，然后有台大、北科大、台科大、台大不一样 ，NTUT、NTUSC、NTU。好，那我们来吃吧。观众，你们猜一下，这个我们买多少钱？我的很厉害，我也不到100。我这样子就算加饭也不超过100。观众应该已经想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猜好了。我的86而已，超疯的。115，对不对？很便宜啦。加两个肉，它加鸡肉又加鱼肉、欸。鱼肉有加豆腐肉啦，欸、高丽菜肉是什么？高丽菜肉、蝎子肉，那是两色豆啦。两色豆是。这个你叫红萝卜就三色豆啦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可以去后面那桌吃吗？我不认识啦。啊！哎、欸，已经有女生在那边，你去那边就是讲，你在讲，你在讲，这样不行啦。好吃，哎、欸，我们两个都有吃茄子哦。你知道台湾人最讨厌的食物就是茄子。真的吗？你喜欢吃吗？你看，你喜欢吃吗？好吃啊！王本喜欢吃啊？好吃啊！66%呢，台湾人喜欢吃呢。才几个人而已。大家喜欢吃茄子吗？好丢脸啊！喜欢。对啦，台湾很喜欢吃啊。我觉得他们这里，你觉得生自助餐来说有点太高级了。一定要弄漂亮一点的，然后有设计的，什么都要设计好啦，不然我们学生来这边学什么东西？很厉害。对啦，你怎么招来的？你会进来学校里面吃饭呢？我以前在这边煮那个竹木呢。你告诉我啊，我是2018年毕业的。你老屁股了。那个时候你还在国中吧？哦。你们那一届最帅的是谁？你说那个时候，就是我 啊！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他们讲他是、没有真的、啊。你以前在这边吃饭也这么多女生，对，来回来说哇，你很帅。有好友吗？好友也不会。好友是什么？跑步的朋友啊。你有、哦？没有，学校里面也不会有了。那你有觉得这个比较便宜？有啊，而且我觉得这比较好吃哎。这个如果是我家附近的话，200还是180哎？那你知道为什么这边那么便宜？很多都是中的，100公克。你觉得多少钱？10块吗？没有，那么没有那么便宜啦。如果是10块，整个台湾会来这里，那位置给你们大家。这边是18块，不算是肉还是菜还是饭，都是中的。我觉得你要吃一下伊娜刚刚买的。好。你有来这个、哦？大哥，你那么认真。130，120嘞。这个如果这边是120嘞，两倍嘞。大哥。哎，又有帅哥手进来。你到底，我跟你讲，舞台哥的很多帅哥，很多美女，好好哦，大家可以来这边找帅哥，可以来这边找美女，然后也可以叫好吃的东西，可以。帅哥是你这个帅哥吗？那我不要。我们每次卡的时候，大家说黑人很帅，对吧？对。这个很好吃。没关系，这个我已经每个礼拜在吃这个了，我不要吃了，你吃。你跟我说这个跟我学校的。我觉得你们学校比较好吃。好吃吗？嗯，拿这个吗？没有，很好吃。他逼我吃鸡肉，蛮好吃的，很脆哎。那它的调味怎么样？整体啊，没有到很淡，但也没有很咸，就是适中。然后我这个鱼也蛮好吃，很好吃。我跟你讲，你以后你要骑摩托车来这边，对。他真的会考虑啊。上次不是有拍40块那个鸡蛋？我真的有去吃，我吃了两次。不止我们这里会，我们每个大的会吃啊。然后我们隔壁的那一间呢，好台大哦，他们很喜欢来金针菇大门呐、啊。金针菇、哦、这边拉面不合理啦，好不好？他刚走进来就很兴奋，然后我想说他兴奋的时候，原来他以前还是在上课，然后谁还在，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？哦，原来他以前还在读书。我记得啊，我很会记得脸呐、啊。对、啊欸、你们学校很大吗？还好啦，没有很大。可是我刚觉得很大哎、欸。因为你学校很小，好不好？我问你啊，这边1到10分，你给到多少？10分。10分哦，老板10分。只要好吃，我就觉得哦很棒。但它不止好吃，它还便宜。这个环境不错。对，然后又有帅哥。对吧？好好哦。没救。我住这里。你要住这里哦？干你要认真搞来呢。今天一个东西哦，你拿这些卫生纸说你要给我们两个，可是全部你用光光了。哎，没关系啊。不是，你就一直没用。哎、欸，你吃完了。嗯哼。哎、欸，不是哦，饭粒没有吃干净的话，你老婆会长得很多痘痘，然后很丑。我才没有痘痘嘞。
你不要在那边说，你是不是也有？你这里有，你这里有一个。哇，感情真的。应该你没有吃完呢、啊。我说你的老婆，我才不是你老婆嘞，恶心死了。哦，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谢谢黑龙带我来吃便宜的自助餐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欢的人。就想要吃便宜的，可以来这里。你可以外带，外带回家吃，舒舒服服的看着动漫吃，然后舒服。看着那五口令吃。然后看着那五口令。旁边还有很多餐厅。对，我不是讲那个面嘛，然后那边也那个便当，啊这边有寿司啊，啊那边有那个珍珠饼啊。它上面那个价钱其实都很便宜。对，很便宜，超便宜。那五口令，钱包不给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不知道他赌这件事他很合理，因为他也不知道。我说你们问题在哪里啊？你们互不看别人的影片。很多网友问我们有没有偷偷交往，你看我们连对方影片都没看，我怎么可能会跟他交往？不是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。我们多多交往，我们还是不会跟他们讲啊。没有，你们在说误会的。我不喜欢，不喜欢胡子。那我们就剪掉好不好？好。那这是你老师？对。帅了，在人还在。那是谁？吴条悟吗？刚去他们厕所，他们厕所有饮水机，他还可以装水回家。他们还有市集耶，你看，这学校很Sky呢，这根本不是学校吧？这你说是在什么信义区的什么市集，我都信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要发财了！要跟你们说一个重大消息，就是。总共有三种款式，可以随心搭配。要跟我们穿一样。